的时候，叫做万事兴。好，慢慢现在可以深入跟你们讨论。前面讲的话，牙齿听了。好，这就有关系到什么？世代交替。真正的真理的时候，它是个圆形的，随便你怎么换都是一样。你说老师，你讲了半天，好像只有两代同堂。我们的九宫图上面的话，丈夫在西北，妻子在这边，长女、二女、三女、长子、二子、三子。如果名位相等，名等于位，儿子做儿子女，儿子做女，夫妻做夫妻，家和。如果你要事业兴的时候，要位等于名，你住谁的位置要用谁的名。举例，你的名字叫爸爸。你位置住到长子的位置，叫做天雷卦，天雷无妄。你再用你的名字去做老板的时候，那就无妄卦了，怎么无妄之灾啊？你的名字叫做爸爸，就你住到二儿子的位置叫天水讼。你再用你的名字来做工商和负责人，就是讼，准备打官司坐牢。你如果住长子的位，结果你公司是用谁的？长子的名字来做，你住他的位置，用他的名字来做老板，运就起来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先生，如果你居住到太太的位置，西北角缺一个角，实在没办法改，没关系，工商号负责人挂成太太，你从董事长降成总经理。同样的，夫妻结了婚以后，年龄大了，夫妻两个人本来是住西北，你夫妻两个不想干了，事业要传给儿子，世代交替哦。你一定要，儿子如果还没结婚，你让儿子住东宫，儿子的名位相等，当他位反过来，当他位置住对了，才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挂负责。了解我意思吗？那你如果要交给儿子的时候，儿子已经结婚了，你父母亲退位出来，去住到三儿子的位置，天三卦，跟卦。那长子继位，长子跟儿子跟媳妇来继位，记得西北角，因为名字叫夫妻嘛。他名字叫夫妻的时候，名位相等，住西北角，代表他家和，夫妻会感情很好。反过来，他的名字叫丈夫的时候，位置住对了。才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做事业当老板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这就是阳在上的活用，很活用。好，那在北半球全部是这样的，南半球的时候你把东西不要动，南北换一下。所以南半球我们在北半球是春天，它就是秋天；我们北半球是冬天，南半球就是夏天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在北半球的时候南从北，好，就是这个西南从到西北来，那在南半球的话。主卧房要变到什么？西南角。好，这个长女到这边，三儿子跑这边，就是南北反，中间这两个不动，这样子反过来而已。好，南半球，其他都你们先学会北半球了。我讲的南半球你就毁了。好，那出门还有老师还有西半球、东半球，我就把你干掉。哦，再把你干掉，你懂吗？好，这是位名，位爻等于名，这是啊，想再深入一点讨论，有没有什么疑问？知道怎么样用了哈？所以有一天你想不开，你说老师，我实在很火大，我不喜欢去做乾为天，我看着乾为天不爽。我太太跟我坐在，我太太是地天台，我是乾为天，我不爽。我坐到南边，我是风火家人，我太太是地火明夷，我就想害死我太太，明夷卦对不对？然后晚上开始磨巴豆，煮些砒霜给她吃，太太受到暗伤。可是你要事业不败的话，你住这个位置上就要挂你二女儿的名字来做事业当老板，挂牢了。更深入水，临床经验告诉你的时候，临床经验告我看了很多，告诉我们，一进去那个宅，看到有哪个宫在里面，那个宫很大，就代表这一家族发那个房，懂不懂？那一房的脑筋最清楚，就发那一房。一进去一看，他们家南宫最大，你们他们家二女儿最强。一进去看他们家主卧房的西南角，你跟他妈妈谈，你要跟他跟你跟那个女孩你女朋友结婚，一进去看那个主卧房的你那个未来的公婆的。那个主卧房在西南角，你不必理你公公了，找你婆婆了，他才是决定的人，懂不懂？了解我意思吗？好，看到房间最大，那就是说公婆的位置没有，一看东宫最大，好了，你现在先巴结你大舅子，啊，先要把他哥哥说服了，不然的话他爸妈没意见，他哥拿枪出来跟你干，你敢找我妹妹，我就把你干掉。他哥哥在这个位置上，看哪个宫最大，发哪一房。哦，因为我要先跟诸位预计这个想法，以后我们讲。阴宅讲风水的时候也可以知道，好，风水就看山河流，好，包括坟墓我们怎么弄，好，阳宅上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好，
以后我们会举例再跟诸位来详细谈论这个部分。好，慢慢慢慢带诸位深入。好，我们深入浅出。